欢迎天童龙哥哥。哎呀，哥哥好早啊。欢迎奥特曼，欢迎大家。早上好。学会早睡早起了，这样比较健康一点，作息能好一点点，也不是很困。昨天晚上都有点小小的失眠了。昨天睡得挺好的，下了播就睡觉了。欢迎小跟班，欢迎梦中。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你能知道你是看我那个作品看到的是吧？早啊早啊，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欢迎冰蹦，欢迎莫言，欢迎串网有缘人，欢迎大家，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灰姑娘夜听。本来想跟我讲一讲大道理，怎么又算了呢？这是通宵了吗？是虚婷哥哥没有啊？这个我刚开播，刚开播，好久没见到你了，好久没见到你了。欢迎大家。年底比较忙啊，哦，因为你也一样失眠吗？失眠是不是真的很难受啊？想睡又睡不着，然后会很憔悴的，对吧？所以有个好的睡眠真的很重要。有个好的睡眠真的很重要。欢迎大帽甘泉，感谢你的小心心。要饭给完米，欢迎大家。现在还这样，一直是这样子的。谢谢大漠甘泉，一直都是这样的。大家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有缘的话可以加个粉丝团。那你昨晚不睡觉吗？睡觉了，昨晚睡了，十二点就睡觉了。咋今天看起来有点憔悴呀？是不是因为早晨的原因啊？所以看上去有点憔悴。这个面纱太薄太透，所以我的嘴唇时隐时现，撩人心。谢倚天屠龙哥哥。欢迎辉哥，感谢大家加入粉丝团哦，谢谢大家的关注。你睡了没有啊？睡觉啦，当然睡了。欢迎老王头，欢迎大家。睡觉啦，睡觉啦，怎么会不睡觉？
只不过虽然像小仙女，但不是小仙女啊，还是要休息的。在的哥哥关注一下主播啊，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主播，然后加一下粉丝团，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你们。最近哪舍不得了，欢迎真诚。大家早上好，感谢老王头点赞，欢迎过儿。感谢新朋友的关注，为什么要戴着面纱呀？这是一种直播的风格，这是夜听主播的一种直播风格。也因为可能这样，主播认为这样好看，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认为的？光鲜亮丽的主播，大家喜欢就是主播的福气了。感谢雨天头龙哥哥，会下来的，明天不遮脸。我是安徽的，对，好，拿下来吧，暂时不会的。关注一下，加个粉丝团，会有见到主播的一天的。大家歇下来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拿下来呢？难道不可以忽略一下主播的外表，通过主播的声音我们来彼此了解吗？有时候人与人之间不要看得开，不要看得太轻，也不要走得太近了，朦朦胧胧的反而更好，对吧？水至清无鱼，还有一句话叫什么，人至清则没有朋友，是不是？就这样不好吗？如果你觉得好看就行了呀。风雪夜归人，你也是安徽的老乡，你好，老乡你好，欢迎花火燎原，欢迎罗汉霄，欢迎慕名而来哥哥，欢迎走不去的思念，欢迎白文哥，欢迎丁帅，欢迎幸福一百，欢迎杜勇，欢迎四季如春，欢迎所有来直播间的家人们，谢谢宁哥，老家合肥的，你居然看出来我家是合肥的，我还有老家的口音啊，这么早啊。慕名而来哥哥，我是6:10几开播的，刚开播。主播是不是眼睛很好看，嘴巴不好看？主播眼睛很好看，嘴巴也好看，哪哪都好看，我咋想的？主播的一种直播风格，无所谓怎么想。感谢您哥的关注，大早晨起来为我家点赞啊，辛苦了，辛苦了。不是晚上播吗？每天晚上肯定要播的，但是早晨如果我起得来的话，还是会直播一会儿的。谢谢雪狼的小星星，因为我的直播时长是不够的，我是一个不太称职的主播，直播时间不够。点1000赞了，好的，辛苦了。我老家也是合肥的，合肥肥东的。几点上班？
9点以后啊。姚海区啊，哦，那你是合肥市区的，老乡真的是老乡，嗯。墨店，哦，墨店我知道。那新娘花，嗯哼哼哼哼哼，这是哪朝女侠客？谢谢大草原，感谢大草原。肥东县美女多啊，你们居然还知道肥东县呢？梦中，大家帮主播点点赞哦！谢雪狼的玫瑰花，谢谢。没有关注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加个粉丝团。感谢雪狼，欢迎风尘。你也飞东的？哦，天天疫情怎么样了？现在就是每天吃饭睡觉做核酸，吃饭睡觉做核酸。谢谢最帅加入粉丝团，感谢。一是爱你千百回，划到姚海区了。飞东划到姚海区了吗？怎么这个我不知道啊？过年还能回家吗？看这个情况是回不了家了，因为回家的话要写各种的申请，开各种的证明。哦，你们被划到姚海区啊，恭喜恭喜啊，好事啊。不让看谁点赞？有点赞的，有点赞的，嗯，有人喜欢这样的。还要让老家那边同意你回去的证明才可以。坐火车天津没事吧？坐车过天津没事，过天津没有事的。但是不能在天津停留。谢新朋友，感谢新朋友的关注。我在天津，主播在天津，谢谢老王头点赞。大家喜欢主播的可以加一下粉丝团哦。欢迎真诚，欢迎心疼哥，欢迎建材修缘。谢谢心疼哥的粉丝灯牌。你想回老家看长辈啊？早上好，大家早上好。你想回老家看长辈亲戚，我何尝不想，我何尝不想。感谢啊，我们恭喜我们心疼哥的粉丝盾牌升到6了。是的呀，过年回不去了，我一个人傻傻的。然后闺蜜嘛，她们有自己的家庭呀、啊，或者是她们也回不去的。可以在一块聚，但是这个情况又不能聚集，只能各过各的。谢谢，感谢木棉来哥哥的粉丝盾牌，只能各过各的啦。谢谢心疼哥，不知道老家啥样的情况，你不在老家吗？你现在不在老家吗？谢谢小跟班，欢迎你温州啊。同是异乡为异客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异地的家人们照顾好自己哦，平安是福。主播是哪里的？看主播的名字就知道了，在温州定居的，是不是好久没有回安徽老家了？理解你那种心情，跟我一样的心情，真的喜欢你未来的儿媳妇和我一样稳重啊。会的，会的。
会南岭、安徽合肥啊，但是老家的亲戚朋友还在呀、啊，可以回去看一下他们。大家喜欢主播的点个关注，加个粉丝团。好几年不回去了，真的要回去看一看，那种感觉真的不是一般的快乐可以弥补的。心若无安定的地方，在哪都是流浪。感谢平安师傅哥哥，回老家的感觉真的比你中彩票的那种心情还要好。欢迎做人别贪，好上班了，那一种无语言表的那一种。谢谢花火燎原，感谢花火燎原哥哥的爱的纸鹤。平时还有其他工作吗？有的，回家的感觉真好，真的是这句话。主播是营养师啊，慕名而来哥哥，我是营养师，平时有自己的工作，但是现在不能去公司上班了。把口罩拿下来好吗？暂时不可以。这就是一种直播的风格，主播没有缺陷哈。对，我是营养师，各我国家家三级营养师。谢谢新能哥，现在上班是上不了了，除非特殊的行业需要上班，而且需要公司出示各种证明，证明你必须去上班，小区物业才会放你上班的。主播让你捉摸不透啊，对的，主播就是要让你捉摸不透。感谢园林绿化，谢谢你的鲜花。对，主播是营养师，这个职业是不多的。谢谢新朋友的关注，欢迎王峰，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小礼物。大家可以给主播送个小心心，占一下榜哦，也可以在屏幕上打打字啊，打打字是对主播的直播间是有这个热度的。谢谢，欢迎戴风清，欢迎六哥，感谢平安是福的人气票。欢迎过客，谢谢潇洒走一回，谢谢每一位新朋友的礼物。营养师这个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很累的，很繁琐，锻炼一个人的耐心的。谢谢5299，主播长得漂亮，谢谢平安师傅，能看到主播长得漂亮的，你们一定是有眼光的。欢迎吴京，大家早上好，蒙着面都能看到我长得漂亮。欢迎毛公公，打一个喷嚏就没了。又没有人想我，如果有人想我的话会打喷嚏啊，就要看有没有人想我了。爱你哦，大家喜欢就好。大家帮主播点点赞，没有加粉丝团的朋友可以加一下粉丝团。刚刚说到营养师，营养师很锻炼人了。你打了老婆，不要这样了，开什么玩笑。因为营养师必须时时刻刻的去回复别人的问题，小问题特别多，真的很锻炼人。
回家吗？看这个情形是回不了了，看这个情形是回不了了。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的那个控制住。我不瞌睡吗？白天睡觉了，还好，昨天睡得很好，昨天睡得还好，一点，十二点睡的，六点多起的，还可以了。平安师傅哥哥，还有我们潇洒走一回哥哥，你们是哪里的？不要打开，这样好看。嗯，好嘞。看看，还是有喜欢直播这种风格的，对不对？日锦陶瓷哥哥说的对，为什么总是戴着面纱啊？这样好看嘛，是一种直播风格而已。感谢平安师傅哥哥，咱们是老乡啊，肥东老乡还是合肥老乡？秀女啊，美丽。大家关注主播的加个粉丝团哦，谢谢。肤白貌美靓丽倩，天涯海角若比邻，抖音娱乐为主要，网络友谊连世界。谢谢胡哥，你要打开更好看。嗯，会的，打开更好看，主播承认。这里还有一个多小时天亮啊，这里我窗帘拉上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天亮呢。谢谢平安师傅哥哥，谢谢，感谢大家的你最好看，谢谢平安师傅哥哥，辛苦辛苦我们心疼哥了，主播来发一个福袋好不好？没有入团的哥哥们加个粉丝团，谢谢瑞锦桃子哥哥。七点天亮啊，我这边应该也是差不多的，我这边估计也是差不多的。主播这样漂亮，大家看不见，对呀。谢谢腾龙哥加入粉丝团，感谢入团的家人们，谢谢腾龙哥的大啤酒。主播好可爱，大家滚滚屏。我们换一首音乐好不好？要怎样才能通过科目四？潇洒走一回哥哥，你不会连科目四都没过吧？都困扰你吧？起来了，一会儿去上班。好的，心疼哥，辛苦了，感谢我们胡哥点赞。你科目一是怎么过的呀？科目一能过，科目四就能过呀。谢谢一心加团。好的，心疼哥，拜拜。不好意思啊，对呀，不好意思。欢迎三好男人，谢谢三好男人的小心心。看我有点像你嫂子。我考驾照的时候，科目一、科目四不在话下的，科目二、科目三可把我愁坏了，因为我那个实操真的好难呐。谢谢大家点赞，辛苦了，辛苦了。
科目二一遍就过，科目三考了两次。好，不骗我呀，好嘞，谢谢一心点赞，欢迎 CC。CC 早上好，谢谢 CC 的粉丝灯牌。不会这么早又在当志愿者了吧？如果我是主考官再怎么了？怎么样？什么情况？早晨六点多起来睡不着了，赶紧起来直个播。就是这么随意。当然还是啊，给我们志愿者点点赞啊、哦、辛苦我们伟大的志愿者了。当然还是哦，在家里还戴口罩啊，这是面纱啊，不是口罩。没事，直播压金压压金，对的，压压那个压压金解解乏，直播解解乏。温馨惬意呀，如兰秀发颜眉赛貂蝉，新年快乐好运伴，家俏美善良，花落谁家？这是你写的诗吗？辛苦大家帮主播点点赞哈。主播接个麦哈。Hello， 晚上好，不是早上好。嗯。蒙面直播呀？对，是的。年轻人，你好，是你那边的，你说吧，你说。你不连着我吗？不是啊，它是自动连的。可以，不能绑架的。嗯，都可以。是你那边的音乐声音大吗？欢迎九天、哦、可以了是吧，谢谢安，我们就十个深蹲吧好不好，早晨那个。那我闭麦。好好的，谢谢、嗯、感谢安，谢谢潇洒走一回的玫瑰花。嗯，感谢依然是我入团冠音乐，我闭麦啊。谢谢，谢谢，依然是我的粉丝灯牌。我是不是他是不是看我好久不打 PK 了，自动给我粘的 PK 啊？他说不是，他说不是他找我的，那就奇怪了，还可以这样的。谢谢大家，大家帮主播众筹一下哈。配角疯子，欢迎木棉来哥哥。我们还差五位团成员哦，有 PK 加成的，还差四位。还差四位团成员。感谢腾龙哥哥的大啤酒，谢谢，谢谢潇洒走一回，感谢潇洒走一回入粉丝团。我们还差三位团成员，谢谢三好男人，还差两位啊，还差两位。哥哥们可不可以上个小星星占个榜呢？谢谢潇洒走一回哥哥，谢谢你的玫瑰花。还差两个，还差两个哥哥站吧，谢谢，感谢一心，谢
谢谢一心哥，挑战失败了，不是谈的人数不够。对面的主播家里人都满5.5万的粉丝，还是蛮厉害的。哥哥们，我们追一下血条哈，追一下血条，他们家人好多的。能不能露出楼上真面目啊？暂时不能。欢迎新朋友，欢迎大家。有没有哥哥帮忙追一下血条啊？感谢潇洒走一回，谢谢小跟班。为什么要正面呀？因为这是一种直播风格而已。欢迎慕名而来哥哥，有没有哥哥帮忙搭把手？有没有哥哥帮忙守个塔的？有没有哥哥帮忙守个塔？主播好可爱。欢迎守护。感谢 CC， 谢谢 CC 的鲜花。好，拜拜。谢谢 CC， 感谢潇洒走一回，谢谢小跟班，感谢腾龙哥哥，谢谢依然是我，感谢安安，谢谢一心，谢谢三好男人，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开门红，虽然没破白，但还是我们赢了。继续什么？早上好，早上好，0815哥哥，早上好，谢谢三好男人，谢谢小跟班，怎么起这么早？怎么起这么早？感谢一心的玫瑰花，有事先撤，好嘞，戴面具也好看，是的，谢谢开心过好每一天。0815哥哥好早，昨天晚上也看我直播，早晨也看我直播。大家有喜欢听的歌吗？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听歌。想和你说一声道别，就忘了你不在我。安静的时间里，谢谢依然是我点赞，谢谢，欢迎平安师傅哥哥。想和你说一声再见，就忘了你已经走远，往后的日子。大家这个早晨还要去上班呢，对吧？是不是要早起了？是不是地铁太拥挤了，让我丢了你？是不是前方的路太慢？谢谢吴敬晨哥哥的小心心。大家没有加粉丝团的哥哥可以加一下粉丝团哦。我是爱你的，谢谢，感谢大家的关注。尽管谢谢，感谢吴敬晨哥哥加入粉丝团。我确定我依然相信我。感谢老乡，谢谢老乡。在每一个安静的时间里，谢谢牛哥哥，欢迎向我。
谢平安师傅，谢谢老乡的明信片。谢谢。大家有想听的歌吗？想和你说一声道别，却忘了你不在我身边。城市的夜里，我好想你。是不是大家都要早起了，一会儿要上班了？还是我们这边也有一定的好处啊，因为这个疫情没有办法上班，也挺好的，包容啊，包容。我不会唱，主播没有才艺，但是可以给你放啊。谢谢，谢谢吴景仁哥哥的棒棒糖，感谢陈哥。是郑源唱的包容吗？阿刘你好，早上好。你已经离开我了，我确定，我依然相信我是爱你的。在每一个安静的时间里，好的，我确定，谢谢。我是爱你。晋城哥哥，你是哪里的？不要告诉我你也是我老乡啊。已经离开我了，非常漂亮，谢谢，感谢老乡。我依然相信我是爱你。晋城哥哥，你是哪里的？在每一个，欢迎嘚瑟，欢迎意难忘。你是安徽的，真的是我老乡耶。谢谢阿刘，感谢阿刘的小心心。在每一个安静的时间里，抖爸爸是不是特别聪明啊？他会把我的老乡都推给我，我喜欢什么样的他就推什么样的给我。我喜欢，我想要老乡遇到我，他就推老乡。我喜欢当兵的人，他经常给我推当兵的，说不定我直播间就有当兵的哥哥呢，太聪明了。感谢杨洋的关注。我们来一首，主播是安徽合肥的，欢迎逍遥。天恋爱最适合，因为爱情可以。你也是合肥的，主播是肥东县的，合肥肥东的，看吧，都是我老乡。你是合肥北边的，合肥北边是哪里啊？河北啊。我半拉嘴干嘛？这是一种直播风格而已。谢谢阿刘，感谢阿刘的小心心。大家可以加一个粉丝团哦，直播间的哥哥，你们喜欢直播的可以加个粉丝团。欢迎新朋友。接受你，就算你一错再错，我都会包容你。只要你能听到我的呼喊，也许能知道。谢谢平安师傅，喜欢啊，喜欢可以加一下粉丝团，以后可以天天来啊。主播每天晚上九点到十二点都会直播，萌起来干嘛？萌起来好看，感谢向往的关注，感谢同乐堂，肥东的，对对，对的，
豆豆，主播是肥东的，不要告诉我你是肥东的，拿掉吧。有人喜欢这样的，有人不喜欢这样的，是不是叫福飞豆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直播风格而已。欢迎青鸟哥哥，欢迎自由飞翔，感谢建昌哥的关注，谢谢豆豆的关注。豆豆，你该不会也是我老乡吧？你是飞东的吧？见不得人啊，见得人，见得人，怎么会见不得人呢？感谢大家的关注啊，那喜欢主播的可以加一下粉丝团。江苏人啊，哦，肥西的，哦，你说你是肥庆城哥，你说你是肥西的，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感谢东山再起，谢谢东山再起的加入粉丝团。My to star， 你笑什么？星星哥，谢谢东山再起的粉丝灯牌。给你们讲一句我的老家的家乡话好不好？不完美啊，人都是不完美的嘛，我们要接受我们的不完美，接受我们的平凡与普通。我来给大家讲一段家乡话吧啊。从肥洞到肥死，买了一只老麻子，拿到汤能死也死，出在柜里就是死。这是我们地地道道的很有名的家乡话。欢迎0813，不知道哥哥们能不能听得懂咯。几点开播的？主播6:10开播的，昨天12点睡的，睡了6个小时，还好。休息的好，休息的好，没有失眠的症状了。前一天晚上有失眠，昨天就没有失眠了，睡得很好。听不懂啊，不是日本语，是我们家乡话。欢迎好哥，小妹妹说的可以啊。欢迎清风，那么勤快啊。是的，我是哪里人啊？看直播的名字就知道了，看主播的名字就知道了。大家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不睡懒觉，我也想睡懒觉啊。欢迎园林绿化，但是我觉得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虫儿被鸟吃。早一点开播，试试早晨的那个效果怎么样。主播哪里人？大家看一下主播的名字就知道了。要那么多，不是要那么多米。你应该说，你应该问我直播是为了什么。好美啊，谢谢寻找未来，嘴上开个口。感谢建成哥的小心心。我刚说的话应该是有人听得懂的对吧？说的老家话是不是有人听得懂啊？每个人做一件事情都是有目的的对不对？其实我们不应该问，不应该说直播为了什么，而是你可以换一种方法问，你可以换一种方法来问我，直播为什么可以赚钱？直播为什么可以赚钱？如果你用这种，如果你这样问我的话，我觉得你才能问到核心的东西。欢迎长风破浪，谢谢青鸟哥哥，欢迎释然，感谢小跟班点赞哦，大家帮主播点点赞哦。
没有加粉丝团的哥哥记得要加个粉丝团，左上角的福袋大家可以参与一下，欢迎新朋友。也为了开心，当然如果说一个工作是你喜欢的，是你的兴趣，同时也能收获很多其他的，那当然是更好了。什么都没说呢，什么也没问呢，一切尽在不言中嘛。你要静静的看着，那就静静的看着呀。内心戏很多，谢谢洋洋点赞。谢好哥的粉丝灯牌，直播间有疫情吗？直播间是一个人多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戴口罩哦。感谢飞翔的关注。怕通过网络传染给你了。左上角有福袋，大家可以猜一下哦。感谢新朋友点赞，辛苦啦，辛苦大家帮主播点赞啦，欢迎泽少。脸上有疤吗？脸上不仅有疤，还有络腮胡，还是兔唇，牙齿还漏风。欢迎日月，嘴巴说话还漏风。谢谢三好男人点赞。对，这样说你们是不是就没有疑问了？反正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会听的，对吧？也不信，有些人是不信的。这样说怎么信了吧？发型不长不短，谢谢清凉哥哥的赞美。直播间里有疫情，有痴情，有私情，还有情绪不稳定的，还有找情的。直播间是万花筒，此时应该来个礼花筒，200赞，我们每个人可以点3000赞哦，哥哥们。欢迎李哥，李哥早上好啊。感谢我们晋城哥的亲吻，谢谢，谢晋城哥。早上好，是不是要起床了？开始一天忙碌的生活了。主播很少早晨播，一般早晨不播的，因为起不来，但是晚上会很准时。我是晚上9点到12点是会直播的。如果晚上播的早，7点多或者8点多就播的话，有可能11点多就下播了。谢李哥的鲜花，感谢李哥。谢清凉哥哥的小星星，这是干嘛呢？面都不出来，
这是一种直播风格而已啦。谢谢清凉哥哥，谢谢长风破浪点赞。隔着纱巾能看到你漂亮，嗯，你喜欢就好。感谢稀罕物，谢谢点赞，谢谢静晨哥。静晨哥是我合肥老乡，太不容易了。我是不是传说中的摘下面纱毁所有？肤浅了不是？摘下面纱只会让你觉得更美。抢到福袋的哥哥们，我们丢个小星星占个榜好不好？抢到福袋的哥哥们，我们丢个小星星占个榜哦。谢谢最帅，感谢三好男人。如此喜欢不能拥有，那就远远的看着欣赏着，不也是一种享受吗？谢谢李哥，感谢长风破浪。这首歌叫《你身边永是我》。辛苦大家帮主播点赞了，我们可以在公屏上打一些数字啊，打一些666888，大家帮主播滚滚屏好不好？大家帮主播滚滚屏哦，谢谢静晨哥的点赞。对呀，朦胧的感觉正好，心情好澎湃，怎么了青柳哥哥？好，谢谢大家帮主播滚屏，谢谢大家帮主播滚屏。欢迎初见，大家有什么喜欢听的歌可以点歌啊。其实有时候从一个人点的歌当中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或者是曾经经历过的某一段情感的。早上好初见，初见早上好，欢迎你。有时候一首歌代表一个人曾经的一段过往，对吧？真早啊，嗯，看脸用心，看人用心，不会看走眼。是的，所以我说来我直播间的哥哥都是很有品味的。李哥走了，好的，辛苦了，辛苦李哥。感谢感谢李哥，上班吧，祝你今天一天都有好心情。感谢静晨哥哥的小心心。会河南是邻近的，怎么能是老乡？你是要跟我攀亲戚啊？可以可以的，你说是老乡就是老乡吗？随便你，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说是亲戚都可以。谢谢静晨哥哥的棒棒糖，谢谢。说话一样的哦，呀。我的嘴咋的了？这是一种直播风格，没有咋的，嘴好好的吗？这
么看还看不出来吗？嘴巴好好的。欢迎新朋友，大家喜欢主播的点个关注，加个粉丝团哦。欢迎尽心尽力。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一起做过梦，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感谢怀疑人生的关注，谢谢大家的关注啊。感谢三姨的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关注主播以后，喜欢主播可以加一下粉丝团哦。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啊、哦、这是干啥？蒙面大侠直播间都是亲戚，这是一种直播风格而已。想你的时候问月亮。金城哥哥，你现在在老家吗？金城哥，你现在在老家吗？欢迎无所谓，我也好想家哎。一起做过梦，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一起走过许多。待会我们来放一首《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回老家了，哦，好的，回老家就好。马上也快过年了，可以跟家人团聚了。为了一张脸，孤单到现在。好想开始一段热恋，可以啊，开始啊。希望你可以找到让你怦然心动、小鹿乱撞的那个人。穿什么衣服，当然根据你自己的心情和你的整体搭配啊。欢迎龙行天下，近在咫尺。想你的时候问月亮，爱诺嘉年华。嗯，欢迎苹果，还是老家好，老家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的、熟悉的。欢迎坏浪浪。也会把我去守望，无法忘掉你就是的。早上好，早上好，欢迎你。
着淡淡忧伤。主播是哪里人？主播是安徽人啊，看主播的名字就知道了。谢谢花浪浪的小心心，感谢新朋友的关注。主播不在老家哦，主播是安徽合肥人，在天津。你也是，又是一个老乡。欢迎心平气和，谢谢一双大眼睛。主播也是有故事的主播，不会呀、啊。华伟，谢谢华伟哥的关注。快浪浪，你是安徽哪里的？不要告诉我也是合肥的啊、哦！谢谢华伟哥加入粉丝团，谢谢华伟哥的粉丝分牌，谢谢。亳州啊，安徽亳州的，亳州我知道。他，你们是不是喜欢吃面食啊？对吧？小妹不回家过年，现在这个情况回不了家。天津这边疫情相对来说比较那个，回去要打申请的，还要让老家那边同意，就不许给老家人民添麻烦了。亳州，谢自由者。亳州离合肥好近的，浪哥，为什么你要起名坏浪浪？感觉你不像个坏人吗？你们在电视都看了，看什么？谢谢紫气东来哥哥的粉丝盾牌，谢谢，欢迎老司机。你现在在云南哦，都是同是异乡为异客，都很难回去。安徽人啊，对啊，老司机，你经常来居然不知道我是安徽人啊。哦，对，我们每天都要做核酸，一天好几遍核酸，吃饭睡觉做核酸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会的，建成哥，我就是不出门，宅在家里，白天嘛处理处理工作，反正又不能去单位了，然后就睡睡觉，晚上直个播。欢迎泸沽湖，是这么读的吗？谢谢明天会更好，你们一样啊，有点远。是的，暂时回不去，在家里待着。云南好啊，谢谢明天会更好的粉丝灯牌，谢谢。谢谢泸沽湖的小心心。我的脸怎么了？长相守，没有怎么，就是一种直播风格而已。主播这样只是一种直播风格，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忽略一下主播的外表，通过声音我们来交流。谢谢泸沽湖加入粉丝团，感谢你的入团。小妹有男朋友吗？讨厌，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问我这样的问题？谢谢明天会更好点赞。木有，我妈说还小，不要这么着急。讨厌了，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问这个问题？人家都被你问的不好意思了。谢谢，感谢新朋友的关注，谢谢大家。喜欢主播的可以加个粉丝团哦。欢迎神秘人，特想看，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看不到的永远都想看，是吧？为什么戴面纱？就是为了好看而已，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为了好看而已啦。小小的冷风还带着寒霜，远隔千里你身处在他乡，谢谢，明天会更好。独自为我独自去品尝。等等 Hello， 你好，早上好。哎呀，都很好。我们就输了猜数字吧，好不好？欢迎你到永远猜数字干嘛？欢迎收听呀。零到九之间猜错一次五个深蹲嘛，好吧、嗯？可以。好，过程你说吧。过程。跑步吗？我们蹲下可以吗？可以。好。哎，你为什么要把你脸蒙住啊？这是一种直播风格，我们家哥哥都没看到过我。哦，你都不露脸的吗？从来没有露过。我靠，什么意思？别人给你上嘉年华，让要求你露，你也不露吗？有哥哥上啊，但没有，他没有，别人不会这么要求的。如果有这个要求，也不会的。啊、哦。嗯。呀，把他面纱拿了、嗯，你把他拿了吗？人家上嘉年华都不拿的人，你有资格叫人家拿吗？来我们家来十票，欣欣玩个过程，谢谢，嘴上有疤，你刚才说我有兔唇，听你说话是一个淫威、嗯、是一个温柔的女孩，还好，反正美女把她脸上面纱拿掉，来你给我送个嘉年华，我让她把面纱拿掉，又搞神秘，你丑不？体验好好的，万一有吹之家。哎呀，谢谢坏浪浪，好可怜啊，谢谢浪浪的小星星，谁帮我送个礼花筒，插个礼花筒，谢谢好好的有车之家，你好，早上好，感谢明天会更好，感谢紫气东蓝哥哥，他说今天播的可怜，我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恐怕是对可怜有啥子误解。我是谢谢我们的坏浪浪，谢谢小跟班，感谢泸沽湖，我有没有读错呀？泸沽湖有没有读错？欢迎老司机。哦，过程是蹲下是吧？感谢我们老司机的亲吻，谢谢老司机的亲吻，谢谢阳光雨露加入粉丝团，哥哥们我们一起众筹一下，我们家没有固定的守护的，我全部都是那种每次打 PK 都是靠勇气出去的，就是随缘，说不定就有人帮一把的那一种。但是每一次都会有很多人帮着我，可能我运气比较好，遇到的哥哥都是很好的。谢谢阳光一路的小星星，谢谢大家。感谢晋城哥的墨镜，谢谢，谢谢晋城哥。对面人挺多的，对面家里有灯牌哥哥的人挺多的，哥哥们我们一起守一下塔哈、哦、一起守一下塔，
哦，这是一种直播风格，就是一种戴面纱的直播风格。最后五秒了，哥哥们守一下哦，谢谢。感谢竞争哥的亲吻，谢谢。我要下了重上了，一局都不赢，太难了。谢谢老司机，感谢竞争哥，谢谢坏浪浪，感谢阳光雨露，谢谢明天会更好，谢谢小跟班，感谢紫激动来哥哥，谢谢卢沟湖，谢谢大家，谢谢卢沟湖，谢谢阳光雨露，感谢大家的支持。好，我来写个数字让你猜哈。写吧。好嘞，独来独往，你去上班吧，最安全，照顾好自己，欢迎寂寞人生。好，写完了，你猜吧。六，不对。三，不对。八，不对。嗯，多少个了？十五个了。对。九，不对。二十个。一，不对。二十五个。你们猜猜是几？哥哥们，你们猜一下，你们也猜一下。五，不对。三十个，不对。老司机，不对。竞争哥，你二，不对。几个了？四十个了。妈呀，还有几没猜啊？妈，你那个脑袋下面，我怎么知道你改没改呀、啊？我就写在手上呀，写在手上。嗯，还有几没猜呀、啊？四。对。做多少个？你就做二十个吧，好不好？本来四十个，给你打个折。晋城哥，谢谢，你猜对了。嗯。竞争哥第一次猜对了。今天早上太美了，一局都没赢过，真的就赢那么一局，哎呀，下了重开了呢，拜拜。好，拜拜。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哦，感谢我们竞争哥，谢谢老司机。谢谢榜上所有哥哥们的支持，欢迎风清扬，谢谢大家的关注。为什么会写四啊？其实这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很多人是不喜欢四这个数字的，很多人是不喜欢四这个数字的，不要信你路过。路过也要谢的嘛，路过的才要更要感谢呢，对不对？所以一般人不会猜四的，只会猜六八九五。我脸上有麻子吗？我脸上有兔唇、络腮胡。谢谢紫薇花，感谢紫薇花加入粉丝团，谢谢，感谢紫薇花的玫瑰花花，谢谢哥哥，感谢哥哥的支持。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
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进城歌、老司机，你们点一首歌嘛，好不好？给你们点一首歌。我是哪里的朋友啊？看主播的名字就知道了，看主播的名字就一目了然啦。灰姑娘会是哪里的？你看看，你还说你是路过的，你是路过的，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唱歌呢？说明你肯定经常来，是不是？唱歌要吓人的，把你们吓跑的。对我们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加一下粉丝团哈。谢谢，感谢风清扬哥哥的亲吻，谢谢，感谢哥哥，谢哥哥的支持。哥哥们可以点歌哈，我点的歌不一定你们喜欢，但是你们不说，就只能这样听着了。不过我觉得我点的歌都还挺好听的，对不对啊？戴这么大的口罩，我准备什么时候拿下面纱呀？嗯，首先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拿下，如果决定拿下的那一天，肯定是在直播间拿下的，肯定是在直播间拿下，一定不会说为了某一个人拿下来，或者是说单独让某一个人看到我的照片啊或者什么。因为我对直播间每一位哥哥都是非常尊重的，具体什么时候拿下其实我也不知道。你讲话好温暖呐、啊、老司机喜欢就好了，你喜欢就是我的福气啦。我点的歌可以啊，好，你喜欢就好。河南天津加油，好正能量的名字啊、哦！其实这就是一种直播风格，你们如果去看我的作品就知道，面纱之下几乎是隐约就能看到我长什么样子的。所以呢，嗯，就是想把这种直播风格继续做下去，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个很正常，可以理解的。心动的人还没有到，说了不会为某一个人拿下的，这点是肯定的。我们来听一首《女儿情》，好不好？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染。这首是小阿峰的《女儿情》，我很喜欢这首歌。欢迎孙爷，欢迎大家。说什么王权富贵，太神秘了。还好吧，就是蒙个面，主播又没有长络腮胡，又没有兔唇，是吧？而且你们看主播的作品，基本上是能看到主播长什么样了。欢迎新朋友，天津第24名、25名，好厉害啊、哦！我好厉害啊！欢迎新朋友。相随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没你真好。喜欢就加个关注嘛，入个团，在哪个区？
主播的主页上有的，在哪个区是有的。谢谢新朋友的关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美，不是说一定要超过谁，对不对？在新区，范冰冰有范冰冰的美，灰姑娘有灰姑娘的美，不一样的。老司机要走了，好吗？好吗？老司机你走吧，我知道你还是可以刷到我的，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感谢心碎女人收容救助站的入团，我知道老司机还是会来的，虽然你说是路过。方清扬哥哥你点一首歌好不好？方清扬哥哥你点一首歌好吗？我太逗了。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声女儿美。欢迎大家，欢迎新朋友。声唱相随。为什么一定要用爱呢？大家就是聊得来就好了嘛，对不对？不要去想那么多嘛，开心最重要，开心最重要了。难道我是哪个明星吗？你居然能猜出来我是哪个明星啊？老家来人，说话声音温柔，你喜欢就好。直播间不是谈恋爱的地方，不要想太多，开心快乐，能够聊得来就好了。说什么黄泉富贵，怕什么见。欢迎普玉。只愿天长地人这么神秘啊。是的，叶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你大彻大悟了吗？鸳鸯双栖蝶双飞。我是小燕子，我还是紫薇呢。嗯，是的，欢迎腾龙。风清扬哥哥，你是怎么？你也是大彻大悟了？谢谢涛哥的关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美嘛，对不对？说什么黄泉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你还没有大彻大悟？怎么？难道你是深陷其中啊？难道你是深陷其中？音乐好啊，嗯，我喜欢。没啥机会了，不要有那么多的机会，多累心是不是？哥哥们帮主播点点赞好吗？我们帮主播点点赞喽。
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啊美不美。欢迎新朋友，感谢大家的关注。早上好，绿屋梦幻，欢迎你，欢迎大家。谢谢紫气龙来哥哥点赞，欢迎山里人家，谢谢呆子的小星星。辛苦大家点赞了，现在主播都爱大叔，因为大叔有低保是吗？大叔好，大叔有低保，谢谢老家来人，感谢老家来人的小心心。露出脸来啊，为什么呢？这样不好看吗？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杯越适合我的气质，我也觉得是。我们英雄所见略同，往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欢迎无名，轻叹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感谢山里人家。更爱美人，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戴面纱也很美啊，对吧？这样难道不好吗？还是那句话，有时候人不要走得太近，也不要看得太轻啊。早上就有福袋哦，大家可以参与一下。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欢迎梁，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方清扬哥哥，你这早晨是不用上班吗？还是起来了没有？还是没有起呀、啊？谢谢梁哥点赞。轻叹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难得我今天早晨开直播就能遇到大家，有时间来临夏玩啊，我也想啊。冰总，冰总早上好、哦。欢迎冰总，欢迎庄师傅，人生短短几个秋，我不醉不罢休。冰总你是不是好久没来了？风清扬，我真想过，我幻想过很多次啊，就是假设哦，正在放一首特别美妙的音乐，那天打扮的美美的，然后呢不小心来一次意外，清风拂过的时候，然后那个面纱缓缓落下，那种感觉好美啊。谢谢谁谁关注我了，主播尝试一下。我想过那种感觉是不是很美，就像是有一个女孩子不小心从在树上干嘛玩耍的时候从树上掉了下来，突然间有一个有一个帅气的男子一下子飞过来把她接住，在风中飘飘飘。
那种感觉。谢谢，感谢我们冰总，谢谢冰总的玫瑰花。冰总你起床了，可以尝试一下，奈何我的面纱太紧了，掉不下来，而且那个场景也不太好看，我觉得这是一种美貌难自弃，无人不能跟大家分享的感觉，还是挺着急的。所以说为了这个风格我牺牲了好多啊。口才气质真有风度，何时尝试我的容颜。斌总，我们不是在讨论吗，在讨论用这个，说不定哪一天来了一个意外，清风吹来的时候，然后一不小心，然后面纱掀开掉落下来，然后看到主播的容颜，哇，清纯啊，那种感觉也挺好的，对不对？清风吹来了，我在讲故事，这样又是不经意间的，又没那么刻意。欢迎一华，谢谢一华不朽光，希望你能第一个看到我，因为这就是我，你想是不可能了。到时候我会发请帖的啊，说不定在我的生日庆啊、周年庆啊、什么这个庆那个庆的，好多人不都喜欢在什么庆什么庆的时候有个什么意外惊喜、神秘嘉宾吗？到那时候说不定呢。啊，幻想一下挺好的。谢谢宁静致远加入粉丝团，谢谢建成哥的小心心。你有你的另一半了，哎，好遗憾，我没有机会了。冰总，你说什么？你说我是你的，还是说这就是你啊？哎，你这个设计挺好的，你是导演吗？你是导演吗？我跟你说，我真的想过，而且不止一次的想过，既要保持这种风格。可是呢，那一种孤芳自赏的感觉确实让人很无奈，很无奈，不如来一次意外。冰总你要等着，所以你们要经常来我的直播间啊，说不定意外就在某一天会发生，对不对？对吧？我的面纱已经在你心中没有了，是不是已经基本上看到我长什么样子了？有时候我的作品真的你们能看到的。欢迎我想静静。是的，我们冰总已经超凡脱俗了，是不是？一定比你想的还要好看，冰总。面纱之下啊，我不能这么吹牛哦，不能这么吹牛，不能说比我的长得面纱之下长得好看吧，什么很意外之类的，但是应该是比现在这个样子好看的。欢迎老蒋，肯定是比现在这个样子好看。长流哥哥天走，自古美女爱英雄，自古美女爱英雄，所以
喜欢主播的一定是英雄。我的眼睛很美，眼睛就是心灵的窗户啊。是的，慢心朋友，过年不回去了吗？来首《如果爱在心中》啊。好的，如果爱在心中。蓝蓝的白云天，悠悠水边，是王爱华唱的吗？感谢新朋友的关注，左上角有福袋哦，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好嘞，我把蒙面拿掉，这样不是很好吗？这首歌放完，我们来听一首《如果爱在心中》。是DJ版的还是普通版的？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DJ女版。谢谢老家男人加入粉丝团，感谢心想事成，都行。好的，想到福袋的哥哥们，我们来个小星星占个榜好吗？谢谢小跟班，感谢紫西的来哥哥，来个火箭。欢迎大家，大家帮主播点点赞哈。谢谢紫西风来哥哥，感谢左风的小星星。我们来听一首《如果爱在心中》。左上角有福袋，大家可以参与一下。欢迎顾燕直，谢谢心想事成，欢迎大家。这首歌好听耶。关注主播以后，方便的话加一下粉丝团哦。欢迎金榜，欢迎新朋友，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新朋友的关注，谢谢南充铁艺，感谢大家，谢谢冰哥哥的小心心，大家喜欢主播的关注一下，加个粉丝团哦。我的楼兰新娘啊，
主播是新加维吾尔族吗？不是啊。有太多画面让我伤感，打开手机翻阅你照片，回忆大师欢迎静心。大家有喜欢听的歌可以点点歌哦，感谢静静哥哥的粉丝盾牌。就当我们从来没有相遇。Hello， 你怎么早上也直播了？难得有一天早晨直播，谢谢星星珍惜。哦，嗯，可以，你早上直播人还多哎。嗯，还可以。你是要找我玩吗？玩也行，不玩也行。你这几个意思嘛？你这，看你吧，看你呗。你要想玩啥，你都可以。我们来玩那个吧。输了以后写对面大哥的名字。行，好吧。好，过程我们不玩了哈，我们在听歌，好吗？行。小娘子把面纱拿掉。在心中没有走散，求求你回到我身边。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三好男人的小星星。疫情之期间小姐姐做的真到位啊。那当然啦。感谢三好男人。大家可以继续点歌哦，揭开你的神秘的面纱。好的，戴个口罩还不行吗？揭开你神秘的面纱。感谢风清扬的加油呀，谢谢。感谢紫气东来哥哥。谢谢大家。没有这首歌啊。主播好可爱。我们这一局打完下播哈。不要影响哥哥们上班，来手你来找我，哥哥们，我们把血条遮一下。张琳唱的，哦。哥哥们，我们把血条遮一下哦。谢谢西藏来哥哥。感谢风晴阳哥哥的心动聚焦，谢谢。谢谢，感谢我们冰总的
请你回家，谢谢冰总的请你回家，谢谢。谢谢冰总，谢谢风清扬，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CC。谢谢，感谢冰总，谢谢风清扬，谢谢冰总，感谢风清扬哥哥，谢谢仔细东来，感谢老家来人，谢谢三好男人，感谢且情且珍惜，谢谢 CC， 感谢小跟班。你从不在意，我宁愿陪着孤独颠沛流离。你是音乐声有点大。Okay.你早上洗完脸了吗？没呀，没有啊。我呀，早上怎么可能？哎，那个，写大哥名字。兵哥哈、啊。兵总，这名字我写的不来的。你要是早晨洗完脸呢，我们家大哥就不让你画了。来开播肯定要洗脸了，我不洗脸怎么开播呀？对，我就是没洗脸呀。我就刷牙就可以了，因为我起得太早了，我6点钟起来开播的。谢谢静静的人气票。冰爷还是叫什么？冰总啊，冰总就行，冰总就行了。你好了，好了，好了，好，那我走了哈。好的，拜拜。好，拜拜。欢迎嘉华哥。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感谢。哥哥们应该一会也要上班了，一会我们就下了哈。冰总，你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啊？冰总，还有我们风清扬哥哥，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梦里守望，好的。陈瑞的歌很好听哦。要下了，嗯，最后一首歌放完我们就下嘛。你要点歌就再点一首歌嘛，又不是说不下必须立马下，可以稍微晚几分钟，主要是我怕影响大家早晨上班呢。好漂亮，你喜欢就好，谢谢。多想揭开你神秘的面纱，别让岁月折煞了你容颜。下次来看看有没有意外，我会好好策划一下的哈、我来好好策划一下这个意外。你怎么跟我想一块去了？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谢谢，感谢大家。
这么漂亮怎么戴个面纱？这就是一种直播的风格，微风细雨。主播没有缺陷哈，你们不要担心哦。好，接下来我们来一首《梦里守望》。《梦里守望》这首歌是我一直就收藏的，很好听的，我也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我记得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哥哥点过这首歌。我怎么长这么漂亮？因为我是吃漂亮长大的嘛。感谢我们冰从。吃漂亮，对，谢谢冰哥哥，感谢冰哥哥的小心心，很喜欢我的长相了，你喜欢就好。我们家的大哥都是有眼光的，而且都有透视眼，可以透过我的面纱看到我的长相，所以我接不接面纱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内心已经有了我的样子。我想多看看你好吗？那你现在看吗？欢迎你们经常来我的直播间呀。碾碎了望穿秋水的期盼，多想揭开你神秘的面纱，别让岁月折煞了你容颜。梦里守望。南无阿弥陀佛。主播是哪的？主播是安徽的。这是一种直播风格而已，这只是一种直播风格。你的梦里有我，有我的嗜好。好，下次你们来我直播间给你们点歌好吗？好不好，林哥？脸长痘痘了吗？脸上长络腮胡，不能给你们看。我的梦里有你，有你才绽放，真心守望，把我们的梦点亮，哪怕梦醒后一切成过往。陈瑞的歌真的很好听。一辈子很长，我不敢想，不敢
说我地久天长，风雨路上有你相伴，我的心上刻下了暖阳。一辈子很短，转眼沧桑。感谢兵哥哥的关注，谢谢。很想摘下月亮，忽然之间却泪流。谢谢我们冰总的粉丝灯牌，谢谢冰总。这脸没自信啊？不是的，很有自信。我身后有这么多支持我的哥哥们，我怎么可能没有自信呢？谢谢冰哥哥加入粉丝团。这样人气上不去啊，没关系的。谢谢陈旧，感谢陈旧加入粉丝团。哪一年的？猜一猜嘛，你要猜一猜咯。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却成过往，哪怕梦醒后眼睛很漂亮，成过往。眼睛很漂亮，也希望你们多多来看我，欢迎你们。为什么做一个蒙面人啊？这是一种直播风格，不喜欢看有喜欢的没有关系的，不过还是谢谢你能够在我直播间停留。对，神秘感，我来卸一下榜哈。谢谢我们家冰总，感谢小跟班，谢谢我们静心哥哥，谢谢冰哥哥，感谢陈旧，谢谢宁静致远，感谢榜上所有的哥哥们，谢谢你们这么一大早的陪伴与支持，辛苦了辛苦了。灰姑娘的直播时间是晚上的9点到12点，欢迎大家来常来支持，谢谢你们。谢谢冰总，谢谢大家。好，哥哥们，那我要下播了。